这个你去测过这个监狱没有？我以前就开过金矿，金是肯定是监狱。哦，开过金矿。他这医生特别薄，知道怎么弄上的。这有包。是吧？古代没有什么刷金呀、啊，什么，只有慢慢锤成金箔，一点一点包上。这太费劲了，我给你看看这个接口是，这些现象对啊，你看，这些都是。他顺着以前的拖痕一点一点贴下去的，用个东西慢慢赶赶、我买这个时候主要是看好里边的功能，别多到你后来我还不知道的。对，我没见过这个东西，比较少见，就是见了现在他们也不敢认。你看这个地方能看出这个一个小金箔压上的，看到没有？对对 对，看到没有？对啊，没有。但那个东西拿出来没人敢认，这个意思是级别太高了吧？就是这种包心的东西太稀少了，他们认不了。现在他出土没有一个资料，知道吧？我到现在，因为我见了好几件了，我见的那几件大部分都不对啊。你这个呢，我感觉问题不大。这包括这个金子这种老化，你知道吗？自然的磨损。都没什么，看这是自然的老化点，朋友。这个金它不是，绝对不是24K的金，它的金都在很薄很薄，底下全是玉。对对，它这个金啊，我预测就是，用我的经验啊，开金矿，这个镀金这个工艺超过一两颗、啊。这个哈，我建议你怎么弄，带着它。把中间这个一盘出来，盘出来大了，盘的这样就漂亮，就感人，这样就感人了。因为你看这个，这个皮啊，好多人他根本不敢认，你知道吧？我认为这个没毛病。